花莲县议会最近正在进行第十七届定期会，囡仔教育问题嘛，一再成为县议员咨询的重点。其中，造成各种的问题，地方嘛出真大的声音。花莲县议员吴文雄表示，水产林国小现在嘛面临一挂问题，已经县府会用同款的方式来处理这学校。怕这个校园哈会比较咱这个水南甲灿林哈合并哈，诶，这个模式啊，从国中的这个存废的问题啦，吼，已经声音已经酝酿真久啊。因为家学生等于甲家长讲，讲过来，因下学期就要等于水南国，要去水南国中读啊。哦啊，所以讲你教育处这边你都没有针对问题来做双向的沟通，吼、哦，参地方人吼、哦、啊，必须外来做一个意见的一个交流，这动作完全都没有啊。不过针对黄文祥疑问，教处长邱孝文指出，已经甲水产林国小校长了解，已经找到真好的处理方式了。像目前啊，经过这一年多的一个融合哈。那目前其实它整个状况是相当的好，学生数已经增加，整个结合在一起，有更多的专业师资能够来帮助学生哦。那这个部分，其实在小朋友这个部分哦，他也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啊一个帮助了。嘉庆国中主要是引进多元的教育方式，不过关于原蔡东虎表示，引进以后多数拢是外地学生，到底偌济资源才是用在分林子弟身上？拜托，要让咱分林关建这个。修整这个旧的校舍的钱，你贵的一四万，你也要甲摕来去因花天学校，包括咱的第二预备金，这是一全民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咧用的，你甲摕来租，一间啊租宿舍，甚至一租一个家具六卡去，这安尼敢是教育？教育敢是安尼咧不？教育议题一再被讨论，面对关键这询，教育处表示，拢是为咱囡仔好，所以继续来努力。记者王真心，长报道。